侗族大歌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中国侗族地区一种多声部、无指挥、无伴奏的民间合唱形式。如今，这与古老的民族音乐如何在现代传承？它以怎样的魅力吸引世界的目光？近日，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广西侗学研究会副秘书长杨永和，对此进行解读。我们侗族的长期都是生长在一个大山里面，生产生活它是离不开了山，在劳作休息的时候，男女青年都是在那听山上的一些鸟虫啊、蝉鸣啊、声调，他们就学模仿这些这种声音的话，知了歌啊、布谷鸟啊、高山井水啊，这些就成为我们侗族那可能主要代表。侗族是个与诗歌有着深厚感情的民族，许多优秀的文化都是靠着歌声代代传承。他们素有饭养生、歌养心之说，从春秋战国唱到现在，侗族大歌的演唱形式也在不断变化，跟随时代发展而进步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，侗族大歌它也不断的一种变化。一个是从歌词的内容，因为以前的歌词呢仅仅是侗族那个母语方面，那么现在是为了能够让大多数的人能欣赏到这个唱腔，同时也要知道歌里面的歌词的一些内容。新的歌词里面呢，也有包括民族文化里面的一些变化啊，农村的变迁呢、那么演唱的一种形式，它也不秀实力那种自语，它可以走向大的舞台。历史上侗族大歌的传承主要为家族传承，其载体为大歌歌队，每个歌队少则几人，多则上百人不等。随着流行文化的冲击，当下侗族大歌的艺术声境正发生变化，爱好唱歌的侗家年轻人开始将侗族大歌以表演性质进行传播推广。年轻人的话呢，就可以自发地组织成一个小组合演唱侗族大歌，在抖音或者是和旅游这些公司联系展示侗族大歌，它不仅仅是传承，同时它也获得了一些收入。如今侗族大歌逐渐融入现代生活并不断传承，在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江川小学，学习侗族大歌已成为孩子们必不可少的课程。我们领唱是天罗家鸟白墙的马，为了能够把侗族大歌能够涌向到我们产业链当中的话，一收集就整理编辑出版这些，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节庆大的一种节日活动来提升他自己这个品牌，把这个侗族大歌这个培训引进学校，引进社区。早在20世纪50年代后，侗族地区先后有歌手歌队代表国家出访法国、奥地利、意大利、匈牙利等国家展演，许多外国观众为之倾倒和震惊，成为中西方沟通的音乐之桥。侗族大歌淋漓尽致地展现中国古老且神秘的文化魅力。侗族大歌呢，之所以能够备受到国外朋友青睐呢，主要一个就是它的演唱的形式里面它是比较独特。其他这种民族虽然有多声部，但是就是我们侗族的多声部呢，它是没有伴奏的。另外一个特点呢，它歌词到歌曲里它是比较古老淳朴的一种声音。作为中国乃至世界的音乐瑰宝，侗族大歌将如何更好地走向海外，促进中西方音乐文化的互鉴交流呢？侗族文化在音乐界做中国的一个名片，对外传承它也是要靠语言方面来表达，比如说主办一些国际性的音乐研讨啊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可以通过中国侗每一年都民歌大赛参与国际这舞台里面。侗族的多声部的音调也西方那些企业是不是也可以产生它的效果，可以通过这种不断的交流学习，相互保有，相互提升。